李轩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做公主？公主就是要穿裙子才对，就是一颗天真又脆弱的心，要再加上一点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，就更好。对我这么关注，我先走了。在我这可没这道理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尽量少跟他接触啊，他不适合你。我妈让你离我远点，对吧？她说的对，我们完全不一样。什么公主？我妈让我离你远一点，我的回答是我不。走吧。李轩，你选我吧，我就不拜拜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们两个孤军奋战下去，看上去挺英明的。走一步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可这是不想让你后悔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对不起，李轩，不管你未来走进什么世界，你都会把我留在这里。我想和你一起创业。我要去找他。我们很久以前就不同意，所以不管隔了多久。我还是那么轻易爱上他。雨神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你要是没用的，我不相信。雨神，那就当是我背叛我光光光的留下。咱俩是不是没有可能了？人不能太实诚，反而会吃亏的。这一次你说什么我也不会走，我再也不会毁了自己，我不会再离开了。比赛结束后，李寻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朱茵，今天我能兑现吗？我爱你。李寻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不换人了？不换人了，反正也找不到更好的。朱茵，我觉得婚姻就是一场很漫长的恋爱。谈恋爱最重要的是开心，需要你。